南极星专治周震南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刚刚有好好的在看我们的直播吗？我刚刚有看一会儿。你好懂哦。当然。你是刚刚边在看直播边在做笔记吗？我之前就有一定的了解，然后刚刚又看到了。啊，麻烦你好好说话，我还原来是这个感觉，越受不了了哈，越受不了了哈，原来是这个感觉。